你就还500块嘛，还500块你有1000的产品点数。以前我们还500块有500的产品点数，对吗？现在6月1号开始，500块你会有1000的产品点数给你去拿产品。那么这1000的产品点数呢，它就会30天之后，它会乘以一个0.5，变成你的加密数字货币。我们前期我们就给80%放去加密数字的钱包，20%呢就保留在会员的这个系统里面，就是用户的系统里面的，明白吗？那用户的系统要来做什么的呢？你就有80%就是400在钱包嘛，啊，那么200呢就会在我们的用户。我们要见证我们的势力，我们要见证我们原有的这样子的一个通路，怎么样去通过我们现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呢，来去开发整个市场。另外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会员系统那边，你不断每天在赚的钱，它都会丢到你的这个钱包那边去。OK， 那你的钱，你的这个，你的加密数字货币就会越来越多，你的 MSD 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目标是到今年，这我们是在6个月的时间嘛，我们做了这个 transaction， 我们目标是接着下来，明年我们就开放去给外面的市场，也就想说外面的人可以买我们的这个加密数字货币。可是他买的时候，他是跟谁买？不是跟公司买。因为公司只是出200亿就不再出了的嘛，所以外面的人要买就是跟你们买咯。我到时候可能2毛你就要买你就卖咯，啊，3毛你就要卖你就卖咯，这样子咯。欢迎收看财云十一，大家好，我是怪兽。是的，大家好，我是财云。是，今天呢又是一个马不停蹄的日子，然后呢跟大家会议见面之后呢，再经历一个百问百答，是，家人们都可以公开。其实今天来了很多家人们，感觉真的很棒，对不对？对对，我觉得我们的家人真的是那种，那个已经是万倍，就是万事俱备了，你知道吗？然后很快的时间也是已经到了6月1号了，哇，太恐怖了。是。你知道你过去这5个月做了什么吗？有对你的人生有没有什么改变？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在你的人生里面，是改变了你的生命的？你说我吗？哎，我觉得40几集的彩云心意让我看到了风风雨雨。是啊，不知不觉已经42集了，对吧？42、43集，哇，时间实在太快了。是是是，嗯。然后看到就是不管去了香港啊，然后你去领奖啊，对，然后再去了不同的国家，你好像你好像去了半个地球，去了好多个国家。美国回来这样子，可是每一次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好消息啦。对，所以其实今天的这个会议呢，也是很多的好消息是要带给家人们的。对，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一口气哈，一连串的全天都是在用马来语来说了，你知道吗？我自己都吓到一下啊，幸好我还没有忘本啊。身为马来西亚人，我还可以用我的马来语来跟大家分享。那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知道哈，在马来西亚我们有3大民族嘛，所以我一直很爱这个国家，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国家，我们能够让3大民族的这一个种族的人民呢，活在同一个土地上，是，然后能够迈着同一个目标，爱着同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也造就了我们这些马来西亚人，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呢，其实我们就是有一种包容的心，就有一种特别包容的一种心，我们懂得互相的去尊敬啊，彼此的去就是尊敬对方啊，这样子，或者是去理解对方的这种文化，然后呢，并且在各种环境之下呢，也不会去就是insult，就是讽刺到对方这样子，我觉得非常好。那尤其今天呢，我也是告诉了我们满心妍的家人们哦，就是我希望呢，我们满心妍的家人，不管是马来同胞，就是印度同胞，或者是华人哈，就是华裔呢，我希望我们在满心妍的这个大家庭里面呢，就活出了我们自己满心妍的一个样子，就活出了我们满心妍自己的一种文化。是，所以我觉得这很棒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其实今天讲到一个，除了包容之外呢，你有讲到说，就是钱包里面的钱不足以你的心腹，就所谓的富在身不如富在心，对这个东西，对，所以我就是很希望，因为马来同胞呢，马来西亚马来同胞他们都有一种习惯，其实他们蛮喜欢玩一些比较快速致富的东西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们看了整个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之后啊，他们会把它演变成一种快速致富的一种制度，所以
但是我们非常庆幸的一点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满星云的家人呢，其实我们就已经创造了一个大能量场。嗯，所以现在我们说，在一个能量场里面有一个大圈圈跟小圈圈。嗯，那你个人是一个大圈圈嘛？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小圈圈，小圈圈，小圈圈。那你个人也是一个小圈圈，对吧？那我们不能够，但我们整个大环境是一个大圈圈。嗯，所以你想看，你个人这个小圈圈进来我们这个大圈圈来去适应，还是你要这个大圈圈去缩小，去适应你这个小圈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已经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大圈圈，一个正能量。所以呢，所有的小圈圈进到来这个大圈圈呢，它都必须去改变。它很正常的，就是同一类型就会在同一个家庭里面。那么不同类型的，那可能它就必须要离我们而去了。而且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有一些家人甚至是站起来就是捍卫说，大家就是一直在问，一直就是这样子，有一点可能开始在刁难跟刁钻的时候，这也不是那个，就是我们把问题找出来，可能就是你们的讯息传达。因为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毕竟是一个人网的一个事业嘛，像人网事业，我们肯定就要知道，你们大家也是要有一种理解心啦，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那个数字是参差不齐的，每一个人不同的教育，不同的背景。我时常在说了，别说这么大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团队，哪怕是两夫妻，对吧？你从两个家庭环境，两个不同的成长的这种习惯，要在一起相知相识，还要相爱，这真的不容易。那更何况说我们整个大团队，对不对？我们大家来的人来自四面八方，都不认识的，然后呢，在彼此之间还有不同的文化存在，然后成长的经历也不一样，所以呢，要在同一个团队里面去发挥，去发光发热，要团结起来，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也就造就了，就是说，那是不是不容易？你不懂得做，那你就不会做。那这责任就在谁呢？这责任就是在整个满星云集团的一种能量圈了。这就是我们整个集团怎么样去创造一个这样子的大能量圈，让所有的人都跟着我们做。而且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教育的一个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信任。当有家人站起来就说：“彩云姐，只要你说的，我就相信你，我就信任你。”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信任其实是一个一直相传的一个东西。我也蛮感动的，其实因为他也是一个相当新的一个家人，大概几个月的时间吧。那他就有问我一句，那万一我们上市不成功怎么办？不成功怎么办？他说，然后他就讲，对，然后讲不成功，那我肯定也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个东西嘛。看，只要你说一句，我们就相信了。我当时也是蛮感动的，就是一个大男人，他就站起来，他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想要问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个问题呢，让更多的人给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共识，所以我觉得蛮好。那当然整个事情呢，今天是整个一步一脚印嘛。我们看到的就是今天下午1:10望的吉时望日。 OK， 对，那大家呢就开始要搬家，要开始呢搬去我们这个区块链加密数字。其实也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个新家，对，但我们的老家还在，对，老家永远都还在，知道吗？满星云集团老家永远都还在，但是呢，我们有个新家，就是你能够新的钱包在那边，那个就是加密数字的一个钱包。不过前面这三个月，就是我们从6月1号一直到8月30号的，你只可以看不可以动，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大家必须要给予一点更多的一种理解心，以及呢，我们为了整个企业更加健康的发展。而且大家要知道一点，这个不是儿戏，这个不是玩家家酒，这个不是说了玩这样子，不是。这是每一个人的财富，它就是真正你的钱包。所以呢，我们用3个月的时间来去运作。我们的区块链技术已经好了，完整了哈。那么我们的第一步就在这一个加密数字货币，然后接着下来呢，我们会提升我们其他的管理也到这个加密这个区块链的。那么我们说的这第一步呢，就是从6月1号到8月30号，那你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网站，就是www.msdzone.com，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的加密数字货币的。所以未来我们要熟悉一个新的名称，叫 MSD， 就是 Mon Space Dollar。对，就是我们的一个新货币哈。是我们的一个货币 Mon Space 的一个货币 Mon Space Dollar。对 ，Mon Space Dollar。那当然，今天开始呢，我们还是没有让那个后台的程序没有让大家感觉到太复杂。大家只要去到 mymscoins.com， 就是以下的这个网址，然后一样的用你之
前一直以来登入后台登入雨天树商城的这个ID 号码呢，就可以直接进到去这个 mymscoins.com， 是的，然后就可以运作，然后就可以整理，然后就可以搬家，然后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放去新的钱包，然后呢感觉就是默默的看它三个月，然后看它成长。那下一步呢，这三个月之后，那你看哈、哦、刚才 Monster 所讲的这个 mymscoins.com 呢 是我们暂定的一个网站、嗯、那我们持续要用的就是 msdzone.com、嗯、就是这个网站来的、嗯、那么这个 msdzone.com 呢，它就是这几天里面就会活跃起来、哦、这样子就会激活了哈、嗯哦。那么我们这前三个月呢，我们就是只能够就是把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所赚取的这个加密数字货币移到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加密数字货币的钱包里面、嗯嗯、你是看到你有钱存在那边的、嗯、但是你不能够做互转、嗯、你也不能够做交易哈、哦。三个月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互转了、嗯嗯、这样子。然后在我们的预计呢，在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希望把这个平台就公开能够来去外界，让其他的人外人都能够来购买我们的这个加密数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因为区块链的特色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透明化，透明化，它就是所有的国际银行都在用的一个东西、嗯嗯、所有的这个交易啊 transaction 啊，所有的数字呢、嗯、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看得到的。是的、嗯、所以未来大家就是一起努力，让我们这个满寻的 MSD Monspace Dollar 然后成为一个全球的其中一个指标的这个交易的币，然后让大家呢最受欢迎的一个货币，对、嗯、然后它就会增值。这个增值的过程当中创造财富跟谁有关呢？就是家人们你啦。是的，是是是、嗯、那我们继续的一起跟随着彩云姐一起加油，好，然后一起迎接 MSD 的时代。是的，我也会带着大家的这份使命，是努力的往前走，是、啊、努力的去做这样子。那再过几天彩云姐是不是也是要去英国了？要透露一下这一趟的这个行程呢？哎，我就在明天晚上就要去英国了、啊对嗯、那么在英国的时候再给大家发视频、OK， 那我们再看看这一次英国彩云姐会带什么消息回来。 OK， 那这一句的彩云心意我们就到这边正能量的结束咯。谢谢彩云姐，用生命影响生命，影响生命。